超级好。I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. And I hope that you need me like I need you. Ooh. And I'm thinking back to when we took off, it was all so easy then. Hello, hello, 大家早，今天是清明节放假第二天。然后我现在准备带叮当出去遛一下，再顺便去楼下的水果店买一点水果，因为昨天我不是去超市买那个牛油果嘛，结果忘记打价签了，然后就没买到。然后我打算去我们小区附近找一下有没有卖牛油果的水果店。那现在跟我一起出门吧，今天天气也超级好的。哎，坐好，着急什么？每次一出门就特别着急。我要给你研究一下这个怎么戴。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马上就走好不好？转过去，转过去。着急好吗？别着急，我们套上这个就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别走到。我的妈呀！你疯了吧？今天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们家的狗一出门就狂转圈，天哪，你是杂技演员吗？带了一个水杯出门，我感觉不是我遛狗，是狗在遛我吧，它那个力气还挺大的。我已经才走了3分钟，我就已经有点热了。我今天已经穿上短袖了。我看下周好像又要那个，又要降温。然后呢，我们下个周五要去春游，然后到时候争取给大家录一个 vlog 吧。天气超级好，我们家附近这边有一块特别大的草坪，然后我准备下次邀请几个好朋友一起到这边来野餐。买了一个牛油果，现在准备回家，我去做早饭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了。
蛋壳弄上去了。别叫啦，剩了一点点，放在这儿。水已经烧开了，准备煮一个水锅蛋。我刚才水加的有点少，所以我就又加了一点水。水少了以后，那个漩涡它就蹦不起来，所以我就又加了一点水。这一次让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啊，糟了，我估计这个不会成功。现在要倒计时两分钟。我的蛋已经煮好了，我现在要把它捞起来，然后再把它那些周围的蛋白给它去掉。今天我就不在那个餐桌上吃，今天我就直接在这个台子上吃，因为现在阳光真的非常的好，然后我觉得在这儿吃心情会更好。煮的可能有点久了，오라리에서 샀던 것 같아요.
给二给。拜拜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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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家里面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剪一会儿视频。我婆婆今天来了，今天一天都过得非常的无聊。我下午在家睡了一会儿，又看了一会儿 B 站，就完全就是老年生活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噔噔噔噔！我已经出发了，然后今天天气就是那种阴天，感觉还是温度很舒适的。今天穿了一个这个衣服，然后里面还穿了一个秋衣、暖衣，然后还是有一点点冷。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了，然后因为到学校是必须七点五十就要到学校，我的感冒都还没有。这个嗓子还是很痛，但是已经比前几天要好很多了，就继续吃药，已经一个多星期了。今天又去到一个博物馆，然后感觉还是挺有趣的。等会儿你就知道我去哪儿了。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子的，阴天。也累的，我吃可多。伤心凉粉，这边好多初中生。想吃酱油饭。酱油饭是什么样子的？来了，还有？没有。这边就是有这么一些小吃，来看一看，这什么呀？凉面。I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, and I hope that you need me like I need you. 等等，婴儿糖在哪边？哪个号码是马卡？马卡巴卡。开始吃饭。今天是星期五，然后我们要去吃早餐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休息，然后现在已经下午的1:40了。我们班今天有个小朋友突然生病了，我就带他去医院。我在地铁里穿梭。我今天要去那个火车南站那边，我昨天在那边买了一个电影票，但现在呢还有点早，所以我应该会去找一个咖啡厅吧，先去喝点水。我走错出口了，然后现在得绕好大一截。我到啦，就是这里。我随便点了一款这个咖啡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喝，还蛮大一杯的。Never the same without
好吵吗？巨吵。先离我的电影还有一个小时左右，边就拿着我的这个教案出来了，在这儿背一会儿课，但实在是有点吵。Cause I can't forget that night.我的咖啡没有喝完，我让它装在外带杯里。哇，这个好厉害，谢谢。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外带杯。我拿到票了。我今天来看这个《调音师》，是一个印度电影，我看它评分很高，9.2还是9.1，然后我今天就一个人来看，我的室友他回去了。不要骚扰别人，轻轻松松。池上的风好大呀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经看完电影了，我觉得这部电影还不错，就它时间还挺长的，然后我觉得反正票价是值了。它的那个剧情我觉得也还可以，就是全程剧情不断的在反转，然后也挺推荐大家去看的，是那个《调音师》。我现在在这儿等公交车，直接坐回去。哎呀，我准备回家，现在已经8点过了。想吃这个，也想吃这个，但是因为感冒，通通吃不了。这期有一点无聊的 vlog， 下期再见，拜拜。